羽球团副搭红色拖鞋戴姿颖秀球后，时尚雅加达巨港亚运18日举办开幕典礼，中华代表团预计有将近300名教练及选手要在15日搭乘专机前往印尼。由于羽球在开幕典礼隔天有赛程，世界球后戴姿颖可能无法参加，她先穿上代表队参加开幕典礼的团服过干瘾，海军蓝外套，白色长裤加红色拖鞋，组成了国旗上有的三种颜色。戴姿颖表示，这次的代表服可能没机会穿到，先穿一下。他还在留言区补充解释先穿为快的想法，因为可能参加不到开幕，我们开幕隔天有赛程。球迷称赞他穿起来很好看，有走秀的感觉。还有影迷哀嚎自己太晚点进小戴的 INSTAGI， 没能抢到留言的头像。戴姿颖在周日结束的南京羽球世锦赛止步八强，个人今年赛季31连胜也中断。不过在世界羽联今天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，小戴依然是世界第一，但和世界第二日本山口茜的积分差距不到10000分。山口茜在今年世锦赛打进四强。男子选手方面，世界球王还是丹麦好手安塞隆 EKTOR AXELOSN。 世锦赛男单亚军中国大六十羽七跃居第二，把因为呼吸系统疾病休养中的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挤到第三。台湾男单一哥周天成从世界第五下滑一名。中华台北男双组合陈宏林、王麒麟挺进世锦赛四强，两人积分大进步，世界排名只升5名，来到世界第10。